裏面稅額增至10萬非常好，因為咁樣咧，使到嗰啲人咧可以生育多啲啦。其實香港生活得好好嘅，你去英國、美國，成街都乞衣。我剛剛去美國，香港係身在福中，應該珍惜佢，唔應該成日嘈，唔咁多怨氣，大家開心啲，係嘛？大家多啲體諒，多啲包容，你生活得更加好。當然，因為佢本身佢都要交雙倍租，佢都交得起啊嘛。咁我覺得都合理嘅。不過我有啲同事就話電費嗰度冇啦，即係佢未必受惠到咯。派錢嗰度其實我都計過條數，香港太人口太多就好難話。但係好似電費啊，即係公共交通嗰啲咧，其實做多啲啊係好啲嘅。佢做得幾好啊！即係嗰兩位差餉都幾好喎，我覺得係，即係起碼我有 benefit 咗啦，我自己夠唔夠咧？你覺得？我諗有陣時你都冇太擔心啦，兩個月都幾好喎，我覺得。